1941年4月，位于重庆西南的江津县城，一阵鞭炮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开张营业，前来道贺捧场的人络绎不绝。商行经理是一名20几岁的年轻人，迎来送往间已透着独当一面的老练成熟。日头已高，山城间弥漫的雾气逐渐散去，一向隐秘的红色事业将从这个小小的商行铺展开来。年轻的商行经理名叫肖林，1915年出生于重庆江津，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承担着一项不为人知的重要使命。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高峰，对于边区的经济封锁也变本加厉，停发边区抗日经费，阻断边区一切外援。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供应和各地办事处的运行经费十分紧张，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势在必行。肖林曾在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工作，积累了丰富的从商经验。1941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当面向肖林交付了重任，以合法身份进行商业活动，为党筹措经费。肖林从党组织领来一笔资金，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王敏清一起回到老家江津，开办起恒源字号。肖林深知前方战事吃紧，只有让商行尽快盈利，扩大规模，才能为党组织、为更多的战友提供保障。他将店铺位置定在了县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段，主营的也是当时比较紧俏的土沙食堂生意。夫妻二人起早贪黑，悉心打理每一笔生意，想方设法融入国民党党、政、军、特各个圈子。几年时间里，他们将生意从重庆做到了青岛、上海，甚至香港，盈利颇丰，为党组织筹措了大量活动经费。1946年8月，上海浙江路一栋5层小楼里，一家名为华裔的贸易公司正式开业，老板正是肖林。抗战胜利后，他根据党组织要求，将公司业务转移到上海。连年战乱，货运交通十分困难，全国各地日用品短缺。肖林动用运输界的关系，从上海采购日用品运往外地，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华裔借此迅速壮大。上海的码头上，一艘艘货船陆续抵港，一切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藏玄机。原来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黄金、美钞和法币，党组织在上海开展工作急需大笔活动经费。肖林联合山东解放区在上海的经济实体，搭建两地的运输网络，开始了一项暗运货币的行动。为了掩人耳目，肖林将黄金、美钞和法币装入邮筒内，秘密运到上海，再转交给党组织。
这项隐秘的任务能如此顺畅，也得益于萧林的机警周旋。他找到有国民党军方背景的公司，巧妙搭上关系，为华裔刷上重重保护色，运输畅行无阻，同时也为解放区采购运输药品、布匹等特殊物资开辟了渠道。华裔的规模越做越大，坐拥百万财富，萧林却始终两袖清风，除了必要的应酬，绝不挪用公司一分钱。多年来，他和妻子始终坚守着当初的承诺，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活动经费、八路军新四军战士的军需、军烈属的抚恤费用等，都凝聚着萧林夫妇的心绪。隆隆炮声中，1949年的春天到来了。5月27日，上海解放。被称为地下党秘密金库的华裔公司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告撤销时，萧林夫妇将百万身家全部上交给党组织。和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们，最后只留下了3块银元作为纪念。臣服商海，却一介不取。3块银元，镌刻着那段厚重的红色过往，也是萧林夫妇无私忘我、奉献一生的最好见证。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开始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上海街头血雨腥风，一时间人人自危。这天深夜，上海的一所民宅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来访之人正是紧急转移至此的时任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这处民宅是中共在上海的一处地下秘密联络点，房屋的主人名叫周慧年，中央特科红队成员，也是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周慧年1911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少年时期加入共青团，一边上学一边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大批共产党员陆续从上海转移至革命根据地。紧急关头，斗争经验丰富的周慧年被党组织调往特科工作，参与锄奸行动，运送枪支弹药，保卫党组织安全。6月22日深夜，上海小沙渡路的一所民宅附近出现了一些鬼鬼祟祟的身影，他们是暗中盯梢的国民党特务，目标
正是居住此地的周恩来。然而几天过去了，特务们一无所获。原来周恩来早已转移至周慧年的住处，特科在上海新的秘密联络点。这次转移正是由于一次突发事件，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向忠发外出迟迟未归。当时中央特科规定，任何人外出都要报备，并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否则一律按照预险处理，相关人员必须立即撤退转移。6月21日晚，周恩来发现同住的向忠发外出未归，立即按规定撤离。随后中央特科情报科传来准确消息，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当即秘密转移至周慧年的家中。尽管这一秘密联络点尚无人知晓，但谨慎起见，周慧年顾不上休息，整夜守在外间，严密监视周围环境，以确保安全。天亮后，周慧年便出门查探情况，得知国民党特务正全城大肆搜捕周恩来及其他地下党员。为帮助周恩来尽快撤离，周慧年冒着暴露的危险，将转移所需物品一并准备好带回。之后乔装打扮的周恩来在周慧年和其他特科同志的掩护下躲过敌特严密搜捕，经红色交通线从上海转移至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此后根据组织安排，周慧年仍留在中央特科参与营救和锄奸工作。一次特科红队执行任务，周慧年提供自己的家作为行动地点。当红队在楼下审讯时，周慧年就在楼上望风放哨，同时放着留声机的唱片掩护楼下的行动。特科红队的锄奸行动令叛徒特务们闻风丧胆，国民党当局愈发疯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1934年6月26日上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引起了周慧年的警觉。这并非他和战友事先约定好的敲门暗号，很可能是敌特来袭。他立即取下挂在窗上的镜子，留下示警信号。特务随即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搜出了一纸带文件，并将周慧年强行带走。原来就在当天清晨，中共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周慧年由此受到牵连。面对特务的严刑逼供，周慧年坚称自己只是个没有文化的妇女，对这些文件一无所知。但特务机构依旧将他交给法庭审判，党组织为他申请了辩护律师，多方设法营救，最终周慧年因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不久后周慧年又因另案牵连再次被捕，同年9月他被关进了国民党苏州反省院，敌人威逼利诱他自首，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泄露一人一事，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经党组织营救，他才被释放。出狱后周慧年被派往武汉，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8年底，27岁的周慧年来到延安，
结束了他在白区的地下斗争。在血雨腥风的至暗时刻，毅然投身隐蔽战线，成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她如一株迎风立雪的冬梅，用一身傲骨铿锵绽放，于无声处扛起一名共产党员的无悔担当。1938年7月31日，夜幕初垂，西安城内异常闷热。一名男子正骑车赶路，拐至路口，突然窜出几个黑影，将他扑倒在地。男子来不及挣扎，就被架上汽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两天后，男子失踪的消息传至延安，周恩来闻讯大为震惊，下令全面彻查。这个失踪的骑车人，正是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的宣霞富。宣霞富1899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因为不满校长蒋介石屡屡破坏制度的行径，宣霞富公开对抗，被蒋介石勒令3日内写出悔过书，否则开除学籍。他拒不从命，愤然离校。离开黄埔，宣霞富经组织安排进入西北军阀冯玉祥的部队，深受赏识，一路升至中将。凭借过人的才识，他很快赢得一批国民党军官的信任。国民党第25路军总指挥梁冠英专门邀请宣霞富出任军队总参议。宣霞富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黄埔系出身的深厚资历，暗中传播进步思想，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在部队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1932年，淮阴清江浦暖春入暮，小雾刚刚退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正在睡梦中的梁冠英。来人正是宣霞富。这次匆匆前来，却并非因为军情紧急。原来几天前，25路军军法处以剿共之名抓捕了一批中共秘密党员。在狱中，他们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坚持斗争，饱受折磨。宣霞富得知后，四处奔走，一边设法向狱中传递消息，鼓舞他们的斗争意志，一边直接出面找到梁冠英。宣霞富指责军法处证据不足，罔顾军纪，胡乱抓人，再劝说梁冠英不要因小失大，在军中造成不良影响。梁冠英对宣霞富向来敬重，军法处也并没有确凿证据，无法判刑。在宣霞富的周旋与安排下，这批秘密党员终于被释放，安全撤离清江浦。此后，宣霞富步履不停，奔走于南京、北平、晋城等地，促成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担任师长，与日伪军浴血奋战。1937年2月，一封加急密电
送至宣下府案头，落款署名周恩来、叶剑英。此时西安事变刚刚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却在暗中献共反共。胡宗南等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进驻陕西，一时间西安城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这批国民党军官里，宣霞富同乡故交众多，党组织决定派遣他赶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危机四伏的西安古城里，宣霞富四方奔走，出入胡宗南等军政要员官邸，共叙同乡同窗之情，获取大量国民党军高层动态，结识西安救亡团体领袖和社会名流，动员群众抗日救亡。他以唇舌为利刃，以笔杆做刀枪，一批国民党将领和青年军官深受影响，大批爱国青年奔向延安参加革命，抗日救亡力量如滚滚洪流，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汇聚奔涌。然而，宣霞富在西安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蒋介石命特务对他进行重点监视，西安当局布下一张秘密监视网，将他的一举一动随时上报。浓重的杀机已在暗中酝酿。唆使杨虎城旧部反蒋，煽动学生和流亡青年去延安，散布共产主义思想，拉拢胡宗南图谋不轨。不久后，军统罗列了八条罪状，直接上报蒋介石。盛怒之下，蒋介石下发手谕，将宣霞富秘密拿界来汉，或就地枪决。1938年7月31日，西安西京医院门前，埋伏已久的军统特务将宣霞富绑上汽车，残忍杀害。这位满腔热忱的忠诚战士，遇害时年仅39岁。大仆未完终是欲，金刚宁折不为钩。离开黄埔军校时，宣霞富曾如此说道，这也正是他坚守不渝的人生信条。真理面前铿锵激越，寸步不让，民族危亡之秋挺身而出，奔走呼号，一生为革命上下求索，直到鲜血映红了黎明前的暗夜。1949年4月14日，夏野回到奉化老家的蒋介石，突然收到一则重磅密电：国民党空军伞兵三团2500名官兵乘船南撤福建途中，疑似触礁遇险，下落不明。这支伞兵部队战力强劲，装备精良，是蒋介石耗费巨资与心血打造的禁卫军。当即蒋介石下令全线搜救，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伞兵三团失踪的幕后策划者竟是在自己身边工作多年的心腹段伯宇、段仲宇兄弟。段伯宇、段仲宇，河北礼县人，他们的父亲与蒋介石
是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蒋介石对他们很是信任，亲自提拔段伯宇进入总统府军务局。不过这位官场上平步青云的大红人还有一重隐秘身份，中共党员。1938年，段伯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周恩来指令长期潜伏，开展秘密统战工作。在段伯宇的启发引导下，弟弟段仲宇也加入了中共隐蔽战线。打入国民党核心圈层后，段伯宇广泛结交国民党军将校军官，经常以联谊聚餐等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军爱国将领。他们掌握着超过10万国民党军部队，在京沪杭的核心地带积蓄力量，静待爆发的时机。1949年，三打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倚仗的五大主力损失殆尽，已经无力组织有效防御。3月初，蒋介石密令驻守上海的散兵部队开赴福建，伺机退守台湾。散兵3个团分3批南撤，第3团最后一批撤离。得知调兵计划后，散兵第3团团长刘龙俊第一时间找到段伯宇，将情报上报给中共党组织。原来早在这批散兵进驻上海之前，刘龙俊就已经在段伯宇的策动下有了率部起义的想法。很快上级发来指令，把握撤离时机，准备海上起义。可就在起义工作筹备的当口，情势突变。3月20日，因船只调度困难，国民政府国防部命第3团与第2团合为同一梯队，提前至3月28日撤离。第2团团长一向誓死效忠蒋介石，如果同船撤退，起义很难顺利进行。关键时刻，段伯宇找到自己的弟弟，时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的段仲宇。二人经过一番审慎的推敲，最终商定了一个较为稳妥的理由。段仲宇向南京报告，散兵第3团正在承担上海港重要防务，暂无兵力接替，无法按期南撤。几天后，南京方面回复，同意第3团延至4月13日南撤，这也为段伯宇等人筹划起义争取了时间。南撤的日子渐渐临近，所有筹备工作接近完备之时，突然再生变故。临秦上海运输指挥部调拨海辽号用于3团南撤，但海辽号客舱很大，出发时必然会安排其他部队同行，这对起义十分不利。段氏兄弟紧急研究后，让刘龙俊以海辽号曾多次撞沉舰艇，安全性不足为由加以拒绝，并点名调用状况良好、性能甚佳的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南撤。同时，段仲宇还安排一个通讯队与散兵第3团同船转运，这支通讯队有20几个技术人员，携带满满10卡车的进口通讯器材，这也是段氏兄弟特意为解放区准备的一份厚礼。1949年4月13日，上海黄埔码头，散兵第3团2500名官兵登上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按照段伯宇预先拟定的计划，一上船，
刘龙俊就将所有枪支集中保管，舰艇出海后当即关掉无线电，趁着夜色转舵北上。直到次日清晨，太阳从船舷的右侧升起，船舱里的官兵才惊觉不对，但此时整艘舰艇已被刘龙俊等人武装控制。4月15日上午6点，中字102号顺利抵达已经解放的连云港。与此同时，段伯宇长期策动的十几位国民党军官也都已蓄势待发。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之际，在段伯宇等人的筹划下，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国防部工兵第四团、江苏省保安第九旅等多支部队纷纷起义。上海解放前夕，段仲宇也亲率上海港口司令部汽车团起义，把超过400辆崭新的美式10轮大卡车完整交给了解放军。红色火焰在国民党军中一次次冲天而起。深入敌人的心脏，段氏兄弟精巧协作，运筹帷幄，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见奇功。1949年11月，为肃清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解放军乘胜追击，迅速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形成对成都的合围。蒋介石也频繁调兵遣将，妄图做最后的挣扎，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却被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彻底打破。12月9日，国民党四川守军中装备最好的72军临阵倒戈，率部起义的正是蒋介石多年倚重的嫡系爱将，国民党军第22兵团司令郭汝瑰。郭汝瑰，黄埔军校57毕业生，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日本深造。由于局势动荡，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1945年5月，他重新与中共中央南方局获得联系，后经董必武安排，成为中共的秘密情报员。而此时的郭汝瑰因为在多次对日作战中战功卓著，已跻身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行列。1946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在国民党高层忙于争权夺利之际，郭汝瑰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设法争取到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职位，打进了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圈，主管作战。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国民党军事信息都要汇总到郭汝瑰手里。1948年10月，解放军准备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也在徐州周围地区大量集结兵力，企图利用在徐州交汇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便于机动增援的条件，用重兵堵防的办法阻止解放军南下，以巩固江淮，屏障南京。
郭汝瑰受命参与制定国民党军作战方案，可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有些方案尚未下达到作战军队，就已被郭汝瑰通过秘密渠道报送给了党组织。随着战事进展，国民党军黄百韬部、邱清泉部、黄维部等军力配置、部署情况、整训以及调遣动向等大量军事情报，通过郭汝瑰等多条情报渠道，被陆续传送到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面前。绝密军情不断被泄露，导致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处处受制，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郭汝瑰自然会遭到怀疑。蒋介石的亲信爱将杜聿明就曾暗指他是内鬼，甚至直呼其为郭小鬼。在汇报军情时，多次宣称有郭小鬼在就不说话。杜聿明的公开发难令郭汝瑰的处境岌岌可危。杜聿明还私下直接向蒋介石举报，称郭小鬼清廉的让人难以理解，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言行作风很像是共产党员。一向极为信任的郭汝瑰竟有通共嫌疑，让蒋介石大为震惊。他虽然表面上呵斥杜聿明不得诋毁国民政府无官不贪，但背后还是派其子蒋经国暗中调查郭汝瑰，结果一无所获。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郭汝瑰提供的情报为解放军准确把握决战时机、灵活作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蒋介石退守西南，妄图凭借四川、贵州的险恶地势继续顽抗。郭汝瑰接到中共党组织的密令，要求他继续跟随蒋介石，并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待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伺机起义。经过缜密谋划，郭汝瑰利用与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获得了国民党第72军军长一职，奉命守备西南。上任后，他立即整顿人马，安排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民党国防部和联勤总部索要枪械、车辆、编制，做着临阵起义前的精心准备。1949年11月，解放军挥师西南，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12月9日，郭汝瑰将72军集结至宜宾地区，宣布起义。随即，国民党第24军等多个部队也在雅安等地起义，给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反动派致命一击。至此，国民党固守西南的盘算彻底落空。10日，心灰意冷的蒋介石从成都仓皇逃往台湾。潜伏敌营，静待时机，郭汝瑰从容应对，关键时刻屡建奇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0年初，上海街头车马如龙，两名年轻人来到一家不起眼的书店。当店主看到二人悄悄比划的手势时，随即从成堆的书籍底下抽出一本小书册。年轻人迅速接过，小心地收进书包最里层。从上海到全国，这本书迅速流传开来，人们竞相传阅，暗中分享，热切讨论。掀起这股浪潮的书本，正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重译本。它的出现，撕破了白色恐怖的阴霾，鼓舞着无数爱国志士踏上追寻光明的道路。这本书的翻译者名叫华岗，华岗，浙江龙游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五四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这名热血青年显露出理论宣传才能，迅速成长为革命骨干。1928年，华岗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于1920年8月，译者陈望道。这本书曾是早期革命者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启蒙读物。随着革命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中央部署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其中就包括重译《共产党宣言》。重任之下，危机环伺。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当局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大批进步书刊被禁。保存或阅读马列著作者，轻则监禁，重则死刑。冒着被捕的风险，华岗秘密进行翻译工作。他以学者的严谨赤诚，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做出更为精准的诠释。原译本结尾的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也被他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铿锵有力的口号。1930年，27岁的华岗出色完成了译书重任。中共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以伪装本的形式秘密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更为流畅的语言，更为准确的思想把握，让该译本在此后数年间不断重印再版。1937年，华岗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参与筹办《新华日报》。这份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机关报，在茫茫黑夜中发出了救亡图存、团结抗战的呐喊。作为第一任总编辑的华岗，经常撰写评论文章，针砭时弊，以犀利的文风笔扫三军，挥斥八极，被誉为当时报界三大手笔之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阴云弥漫全国。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南众省西康，一名中年男子踏着浓重的夜色，来到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寓所。他正是华岗，受中共南方局的指派，华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到西康，秘密联系争取人称西康王的刘文辉。华岗的谈吐见识让刘文辉颇为信服，他将华岗安排到军官训练班中担任政治教官，遇重大问题时直接与华岗商议。华岗坦诚相待，为刘文辉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中共的立场和主张，逐渐让他明确了政治方向，也为日后刘文辉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此后，华岗又以南方局代表的身份到云南开展统战工作。当人民解放战争的大潮到来时，刘文辉、龙云、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代表相继起义，加速了西南地区的解放进程。前行在烽火硝烟中，华岗不仅是一名革命者，还以笔为刃，先后写作出版了22部专著，激励着人们擎起信念的火炬，不懈奋斗。生于忧患，始至求索。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华岗坚定地追求真理，无畏地捍卫真理，以满腔赤诚吹响铿锵的战斗号角。